咧今晚仲有秒標啊！咁啊，想觀察下呢場東南海杯嘅公開組賽事，熒光黃色衫嘅，豪艾蘇越白色衫嘅石堅妙，死石堅妙黃絲隊啊！比零得後，外外呢個波咧想問你，又係劉嘉明喎。排小弟已經係全職做翻籃球，防緊啲籃球嘢唔係太得，因為當時係萬一球呢度都唔夠足球，啲人要加好多嘅跑字啦，Thank you.
下到身體力竭嘅黃澤民，終於攞到個波啦，但係兩個埋嚟勾住開，都係要翻後排，一時間再加落去，先加埋呢個波咧，就唔知揾係咪調勢有啲問題咧？但係如果呢個波唔攞咧，就會加息啊，我再四打四個加息啊，太過變咗嘅，我唔得超過分半鐘㗎啦。呢個波有少少撞。香港球員有站有腳打波唔睇，都唔啱我點睇喎？打手波就唔啱噶啦，咁我哋做乜打？又麻煩。不過大家講開打波咧，如果你就去圖書館嗰度睇舊報紙咧，其實由五六十年代嘅睇木版報紙咧，要周不時咧有啲足球周仔啊，後邊人士係好難打嚟打波線噶啦，即係成日都有啲投訴嘅足球，係唔係捉到啲周仔啊？啲球員都會話，即係暗示明示話某啲個隊又打假波啊，甚至乎涉及當年稱為啲球星嘅本性上場都有，咁咪指控啊嘛。做咩啊？做咩啊？總之人成話港隊已經辦咗收手個籃彩。但係你講，係講足唔足理性啊？已經有球賽係有球賽嘅，亦都包括咗呢個係嘅。如果有啲波好啊嘛，哇！威斯基睇嚟你好老資歷喎，七十年代報紙確實係。講緊話喺何文田起球場喎，真係，不過何文田冇做成。好啦，大排呢個超波入嚟，心下算轉到身咧，我加到最後都係俾傳翻個波俾袁世傑，嚟個遠射嚟西傑，哎呀，有驚無險無險嘅波。咁啊，亦都財仔就舉手就認為有門柱墊到，於是球冇嘢。呢個時候球證亦都有咁嘅判斷。好啦，國球，但係呢個波擠過嚟。轉到身啊，細傑呢個波就奮身表現，將個波勾翻出嚟解圍。好啦，呢邊有埋嚟拋個籃球，睇嚟都唔係咁樣防守嘅，打錯咗啦。細傑稍為呢下就打快咗啦，呢個呢個波有個反攻機會，再動槍個波執上去，佢拍出嚟防守，細傑擺翻上邊，好啱定先啦，可以用呢個籃底，最後都俾細傑，再俾翻呢個細傑，二打一點處理，推進自己射。推進一射散中，啊！堅密。
有啲執漏，又有執翻個漏。等到間飲下飲下。跟你跟得好嘅，跟到十一十二，嗰啲位係你。
太多一嚟啦。我三隻頭睇咁清楚，見佢咧，但係都係你擺住咗喎。你要開翻一個嚟，我手邊啦，即刻就有埋對位噶啦。同埋亦都防守相當之快。今日蕭家明攞個波仲兩個波彈下彈下，可惜佢再攞到下一射仲上風啊！咁啊，藍色有個手甩咗拉到啲空間俾佢，可以望風嚟嘅嘛。好啦，相當硬勁嘅，因為佢哋引到對方就拉佢三碼。踢完仲冇其他冇啦，咁啊最後一場嚟噶啦。通常九點就要還場，贏翻個場都係贏翻個場面可能輸噶啦。好啦，黃則格出上嚟俾財仔再還翻還。吳世傑想話即刻攬住佢揾人嚟攬上嚟，大成功。呢場今日最後一場啦。好啦，袁世傑開過嚟，要爭緊個位，都唔得啦，又攞翻個名。自己再執嚟呢個風度唔夠，好啦，和田有機會打到反攻，但係呢個和田陰嘅啦，唔下，或者呢啲咩嘢即刻舉手啊，即球員三個冧啲，啊都冇辦法啦。啊，和田班球員就踢慣小球啦，合作好啦，咁呢啲波俾佢打反。呢度仲係零比零啊，球員頭先去到十接近十八分鐘㗎啦，咁啊加時。三球三機會想話調大位射，對手再嚟個左腳抽射三球，呢波有冇叫執個聲都冇咁多嘢啊！過咗呢度再抽啦，試一試咧。我識就係陳志威呢個手，識唔應啊？
最主要睇雙方嘅走動啊、組織啊、比高啊，用多好嗰邊人都得，有幾多人啊？但係上太多，如果唔係咧，因為長七人腳咧，拍得好啦，呢個波你點睇？我第一場就賭中就輸俾黃團師，咁啊黃團師下一關咧。